是到这边那个山 Hagara State 198出口，现在是云雾缭绕。大家看山，太阳要出来了，山中的浓雾弥漫，浩瀚的太平洋弥漫着浓雾。穿出去，选路选的比较巧妙。圣罗斯贝，
能看到大海，又不是那么潮。这下面的房子可能要潮一点，因为它要受大海的侵袭。比较好了。